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Tommy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视频。今天呢，我们飞行的飞机是用的飞机是 F14，然后今天还有我的朋友 jasper 在线跟我一起飞。今天我们是从 San Diego 这边飞到一个位于 LAX 西边的，不是，应该是东边的一个空军基地，然后我们现在马上准备起飞。OK，好了吧，好了好了，29起飞啊，我先走，啊，你建一个那个就是航路，然后我把它 copy 一下。我已经弄好了，你 copy 吧。行，好了。OK，那我先走了啊，起飞之后230是吧？OK，1万以下。对。然后10000也剩360，OK，好的。哎呀，你还叫啊？对啊，正式一点。也可以。你用一半跑道，我用一半跑道，中线分割，好吧。那样感觉有点难。的确。跑道够宽，应该没问题。油门使大点儿，跑道略短，感觉。这是多少？29，是29吧？那就没错。封刹车了，控制没问题就走了。你那个油门和我这不一样，是 F20 上的那个推力强。对，我这也够强的，走了啊，3、2、1，走了。你跟不上我呀？人呢？开轮了，我操！2.3，1万米以下，我操，超速了已经，油门太强劲了。上升率2000，2000可以吗上升率2000，可以。？OK，那就2000了，尽量往2000指，这太麻烦。飞那么高，战斗机真的很难飞，我发现。上升率调3000吧，2000，看那个什么。2000是吧？行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录多少你这声儿啊？看到你了。我天呐，还是指四吧，指4000吧，4000。4000。对，4000。我这指4000特别好指，2000一点都，2000根本指不。哎，不我好也控是，制，我好像一直，我刚好像一直都是在4000。对，然后一会儿转320啊，我转了啊，哎，我们后面还有一架客机。真的吗？你看地图。好的，还真是，咱们是那个 KSNN 旁边的嘛，所以客机很好找，很好找。我天，
赶紧爬升，加速赶快飞，战斗机太麻烦了。你现在还做梦吗？做什么梦啊？什么梦啊？对，噩梦、春梦还是普通的梦？你春梦是指什么梦？就是睡觉的时候的梦啊。你都做啥？做过什么梦？就是说，你梦到的内容是噩梦还是什么梦但是不是噩梦，就是那种比较好的梦，有的时候？OK，OK，OK，也不算上，算不上是噩梦。哎，速度都360了。今儿早上那梦，我做一梦，搞得我起晚了。我们今天中午就放学了。这么好。速度360了。哎，早起，催满。收精液，然后高度是16000吧。16000差不多，可以。然后我们今天中午那个放，中午就放学。他们今天老师是那个 faculty retreat。哦，我们这边 snow 都给占完了。差不多到巡航高了。压机头了，我这飞机老超速，这玩意儿。你猜我今儿早上做一啥？我他妈今儿早上那梦太尴尬了，干嘛了你？有点类似于春梦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他妈梦见一女的把我给推倒了，还他妈我认识一同学。啊！我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！OK，我降下来了速度。他们太可怕了，那种我在你前面一点点，啊！你在我我在前你面，前面一点我点。看你在我后面啊！啊？我这边看你是在我后面，是吗？嗯，现在在我前面了，好像要到我前面去了。反正我抬头看不到你。在你的右上方。右上啊，看到了，又看不到，又看到了，我飞上，我到上面跟你去了，高度多少？跟你差不多吧，哎，要是有自动驾驶就好多了。对，有自动驾驶就不用担心操控问题了。OK，leveling off，在你屁股后面呢啊！看到地图了。离得你超级近，等会儿看你视频做的怎么样？估计不怎么样，全都是聊闲话，能录出来啥呀？然后你不要起晕了。说实话，就是。就是前面开个头，然后就开始录咱们的闲话了。然后别人就会觉得哇。这帮人真无聊。我们下个星期一要考试，然后明天、后天还有今天晚上的复习。我们也快 midterm 了呀。你们什么时候？我们不同的课不一样。老师没有告诉你。只有数学老师跟我们说什么时候 midterm 了，跳进去。让我们去复习一下。Math one 没什么可复习的。但是说 pre-calc 就要复习。对，pre-calc 你们学都学什么呀？就跟 algebra 2差不多。哦，我总觉得跟战斗机飞更好飞呢，感觉。
降落一块降呗。然后就是减速通知一下。行，你追我，如果你追上我，我就和你嘿嘿嘿。F22 以前飞的时候经常会失速，就是起飞的时候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以前飞 F22 降落的时候得弹好多下，根本降不下来。不合格的飞行员。嘿嘿，F14 就好多了，F14 有扰流板，直接把飞机压地上了。坏了，飞太快了。这张图，哎呀，我操！这个 F 里面飞，就是每个人非要到这个 California 来里面飞，谁就知道这张地人？图里面人特别多。对，估计一开始这张地图里人多，所以大家就以为这个地图人很多吧。对，而且然后又因都为涌进来了。地图人多的话，他们每次来就来这边。对，然后就这样习惯性的就出了问题，准备转弯啊，对准航路，OK。然后他设了一下航路，飞离得老远。离多远？一会儿过山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风啊，一般。我飞过一次，风挺大的。你看我那个 Valentine's Day Flight 那个，在山上绕了一圈，风略大。好吧。没事，技术比较好，不怕。嘿嘿嘿，等一下，那万一我待会儿降落像你那样弹怎么办？那收了油，使劲往下拉，往下压呗，或者你尽量的把下降率拉低点儿，弄低点儿。还是用克己的。对，就弄落得越轻越好，应该。怎么感觉你那么晕？因为我现在控制不好速度。等一下，你地是多少？我2487的样子吧，21，那我减一点。我今天下午回来，从1点半睡到4点半。你可以啊，我追上你了啊，你加点速。现在地是多少？493，尽量保持平衡。哎，你有没有在那个 YouTube 看过那个视频，就是那个关于 G 的？什么玩意？我操！要翻，啥书？关于 G 的，就是那个 G 飞机上就是重力，哦，重力怎么了？就是看一个人在飞机上体验重力，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就傻笑。哦，那个是哪个飞？是那个能失重的那飞机是吗？算是吧，不知道看是不是一个。想在照旁相，边看。想照相，控制不好飞机。人呢？人去哪儿了呀？哦，看到了。我们下高14000吧。行，下14000。上次我不是上那个数学课吗？啊。然后不是有个奇和偶吗？就是，然后对吧？对啊，然后有个同学就问我说：“这个是鸡吧鸡吧，说鸡不说它，文明你我它。？”给大家这个词项相似是吧？
什么？此箱是346。啊，什么鬼？看风开始吹了啊，有没感觉到？它前面有山，你降这么快干嘛呢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我。是吧？要不你在山里飞一段？不，这个在山里飞比较有趣，所以要降得快一点。什么玩意儿？没什么，哎我说哎哎！在山里飞得比较有趣。所以你要降下去是吗？就是感觉有的时候降得特别重而已。直接往下扎了。速度还是346啊？不，速度还是360。360 OK，我370了，我操！等一下，他们，你为什么那么高？你为什么那么……哎，你在哪儿呢？现在？我在你下面。哎，你怎么降那么快啊？你下降率多少？我已经到140了。什么鬼？我都130了。啊不，你太低了。哎，我说嘛，那我爬上去。你失速了。没有啊，失速还在高度往上涨要过了过了。呢。啊？我看见你了，我查一下降落机场天气啊，我要撞山，你叫一声。好了，没云彩，降落机场高度多少？降落机场25410是海拔。不是2541是海拔，机场啊，对啊，机场海拔2541，确定？你看一眼，Kilo Papa Mike Delta，我听成2万多了，一开始我就说的那数，发现错了，我这测评感觉怪怪的。我觉得咱们不能编队这样哎。那就不变成这样，我先降，你在我后面就是。对，我跟着你屁股后面降就行了，就怕今天视频一会儿那个录制软件崩溃了，我就歇了。你用的是什么录制？那个直播助手现在又可以用了，我那个手机直播助手更好用。他那个直播助手的话，那个应该不会崩溃。直播助手不会崩，主要是那个叫啥，屏幕录像那个会崩。我还没看过他崩。距机场还有23海里啊！记着减速降落，我开扰流板了。我这个开对，22没有，我开建议减，你限速多少？往230扎呗，往230降。230，好对，吧。230，你就试着往下面降呗。你看你那个翻着那个拐弯吗？看到了，那那有点，个速到那边的话，速度180，啊不170。170，就是那个 final，我画的有点不齐，你就别，你上 final 的时候不要看 flight plan 了，直接按照 iOS 降就行了，或者目视也行。你这个航路画的可以，嗯。这个弯有点大。都是90度的弯嘛。这机场我看看，风是多少？11节。这机场的风是11节呀，然后还没爆阵风。十一节我觉得还好，对，还好，这么大阵风它不爆是个问题。看你在哪，你应该在我下面。我在你下面，我在你下面，我都看不，对，我在你下面加后面。我速度现在是210，200差不多。200，我现在还261呢。你开始转了，哦，你开始转了，没错。放一节经历了，这样我翅膀就变大了。
速是175。哎，我是不是现在已经有 violation 了？他已经不报了。你怎么飞这么慢啊？我要超过你了哎！你好。这个降落需要稳一点，是我知道，一会儿降的肯定会稳的，应该。老司机不稳哪行啊？先保持230吧。你现在多少啊？那个机场代号是什么？P 什么？呸！等会儿我看看啊，KPMD，应该是我没记错，应该是25。我再看一眼，对，二五降。对，太远了，还12海里呢。我在想一会儿这玩意儿题目叫什么呀？Flying with friends，就怕没人看。中文呢？你觉得呢？好吧。看看机场啥样，基本上都目视跑道了。对。没办法嘛，战斗机隔一会儿就看不清楚航图了。还真抄近道了，你跟我后面是吧？我得往下狠扎了。Turbulence Tuesday，你有没有看过？有的时候飞，有时候不飞，关键写作业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基本上都会，觉得都会忘。然后有一次就飞了以后，差点就坠机了。Turbulence Tuesday 主要是作死的。什么 landing challenge 什么的，到底哪个是跑道？看到跑道了，哎，你速度多少？200，174，不，170。我这不降着呢吗？我先对准下滑道吧，我的，放轮儿。根本没有 ATC 的声音。对，要报一下，咱们是好人。Final 25。Palmdale USAF Unicum Air China 872 Super is on final runway 25。坏了，转不过去了。我减速了啊！我速度现在是14150。你 F14好像到110都不会失速呢，抬着机头还能飞，这就是为什么 F14 能去拦截塞斯纳去。我有一次200节接力，因为速度实在降不下来了。对，12节到十，我操，到20多节阵风了，摔机都有可能。这个说不定会失速什么东西。失不了，襟翼都放满了，还能失速吗？反正对准跑道应该没事儿了。像这种风的话，降落的话肯定要重。对，你不重它都给你吹起来了。我那个制作视频的那个软件有点问题。怎么什么问题？它那个屏幕比那个就是导出来以后比较小。哦，还是 iMovie 好啊。我要降了，接地了。Fifty,
40, 30, 20, retard。哎，接力了。嗯，我自己忘了，不是。哎，没。成功降落，等着你呢，直接跑道上。我脱离跑道，哎，脱不了，太快。我先等着你降，跑到中间呢，让我给你让道吗？你怎么掉了？你掉线了。我没有啊。哎、哦。没关系。没事，我等着你呢。I'm waiting for you。这个我跟你说了会掉，因为我们家网比较差。我们家网也差。26分钟差不多。嗯。哎，看到你了，你降完之后你才回来的，你找我吧，我准备脱离了。哎、左拐还是右拐？看到你了。右拐了。右拐了。嗯。这个机场滑行道做的不错。嗯，这游戏得吃，你等着吧，等一年都估计不会有。他，因为他官方只是说让玩家体验飞行而已。对。我还打算哎截屏，好不错。刷完了哦。我跟着你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哪停。我就瞎滑，就随便找地儿，随便找地儿停。中文就叫两个老司机开飞机了。这个你是不是忘记关那个 strobe 了？啊，是有。你有没有降落之后老往侧边滑的现象？有啊，我现在就有啊。我也是。这个、大飞机降落进停机坪的时候，对，明明对准中线了，就给你滑旁边去了。那种感觉真的很草泥马。像砸手机。对。哎，不错。再见。我打算无聊去 IFTW 那块看看去。哎，有准吗？我一直调着室外视角，直接找个地儿侧斜着停就行了。November 590 Golf Uniform Taxiing to Runway 25。 懒得怼他了。我直接停了。停了。等我。等着你呢。啊。你去哪儿啊？OK。你降落的时候弹没弹啊？没有。降落速度多少？130。多少？嘿，好了。喂。哎。130。OK， 收到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这样。那个洞和拐，我就分不清那个洞是什么。洞是零，拐是七。幺，哦对，110嘛，130栋。
对，好，牛逼吧？牛逼！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观看，记着点赞、评论还有订阅哦。OK，挂了啊。英文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like, comment, and subscribe. Hope you enjoy the video. OK. Check out my channel, please. Yep, check out Jasper's channel. 别忘了去看一下 Jasper 频道。叫 Jasper，Jasper OK，Jasper，Jasper 是吗？你在美国活这么长时间，连名字不，连东西都不会。活这么长时间，也就活了也没几天啊，就5个月了，差不多了。5、6个月啊，我8月份才来啊。你不说你以前来过吗？以前来过是来过，那是5年前的事儿了。那你们以前在那边住过多长时间？1年半吧。可以，OK，那先这样，挂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